我是马老华，我在德阳，我在四川德阳，我在逛街，我肚子有点饿，准备去搞点午饭吃一吃，顺便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德阳特产。走，这里自行车好多，感觉出门比较便捷。这里这是巴士还是公交车？这是地铁三号摇摆车，好像可以去双流机场。摆渡车，我找的地铁三号摆渡车，感觉啊交通挺方便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。我呀准备搞点午饭吃一吃。走，这里有个广告，三星堆国事服务团什么的，很厉害的样子，有需要找工作的老铁们可以来这里看一下，很厉害的样子。我准备去前方，感觉啊那里有吃饭的地方。走，往前走，这里还有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，这个配套设施还是可以的。这是个金主印象，这个图书馆看书看累了可以出来足疗 SPA 养生以及看会电影，很丰富的生活。走，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午饭吃，就在前方。我觉得这里有吃饭的地方，手抓饼，德阳特产我已经看到了，但这个东西好像是小吃，不是主食。我看哪里有主食，随便找一家搞点主食吃一吃。走，这里好多门店都关门了，我们往前面走看一下。这里好像有一个米粉，算了，我们搞点米粉吃下吧。走，就这里。老板，我要个肥肠鲜米粉。两两，走走走。二两，二两。多少吗？啊，对，多少钱？9块。好的。这个是酸菜，不错，看着很酸的样子。这里啊，小吃一条街，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书店、烤肉店之类的。这里是一家冰粉店，不错。上来了，这个就是我的午饭。吃完了，价格是9块钱，肥肠米粉，有点辣。虽然呀，我只点了微辣的，但真的有点辣。我现在有点口渴，我要去搞点饮料喝下。我的前方还有个咖啡店，准备去搞点咖啡喝呀。视频啊，就这么结束了吧。